瑞芳，什么代志？请郭佳佳赶紧把他抓走。什么时阵的代志？好，我马上过去跟你会啊。郭佳佳对人怎安怎？啊，先卖着急。瑞芳讲郭佳佱甲一个带走，用阿姐为遐见面，佮佮伊幼儿园游乐园见面。游乐园？郭佳佳是安怎要瑞芳？ 你这样坐下来，所在见面，有啥物目的？先别管遐济啦，咱去迄个国家才更有迄个游乐园。阿姨，静子，你要出去啊？拄则瑞芳打电话来讲，国家才家己带走，甲幼儿园游乐园见面。我感觉即马过去甲伊会合。静子，公司我都交予你啦，我先来走。 国家家也是出手啊！万一伊叫政治抓到，伊敢会甲我假破病代志全部拢压压出来？甚至甲我顶辈，伊威胁我，要设计阿爷代志嘛拢讲出来。是搞，我变安怎？建志，都是这个游乐园对不？建志，阿姨，安怎？我闯红牌。 你是卖着，我现场提警方哦，甲这个所在拢包围起来，而且监视的所扣严。咱若是等警方来啊，才去行动。你家己冲入去啊，若是着郭佳佳的家，连你都出代志就害啊！郭佳佳，报告，上来，你爱安怎做？公车来，马上到余下飞车站。 再来，我来个通知你。喂，我家公祥，以后五分之来，去云霄飞车等伊。好吧，不要等警察来啦，我叫伊去做，阿龙，我叫我爸回去啊。瑞峰，哎，咱紧过去。妈，是危险，我去叫余瑞峰就好啊。你家哦，叫我等警察来。 郭佳佳，叫你李江，跟我讲下住伫倒位。伊阿叫来接等啊，我倒看过啦，你爸无伫顶头。郭佳佳，我搞。对方，你搁搁变鬼变怪，我唔是讲了真清楚，只会当你一个人来。我确实是一个人来啊。 你骗笑，孙建志明明就骗在你的边，莫甲我讲你是多好拄着的。郭佳佳一定在附近，继续甲伊拖时间，我得甲姚爽爽。 我马上要禁止离开，让我拜托你，莫伤害阮爸。你话代志拢该无关系，伊是无辜的。无辜？咱不是配合你，我敢有可能让你更加难过？你爸仔囝拢同款，你有去走啦，是安怎？可走拢起。而且领导就计划好，不要那对付我对吧？在电影之外时阵。 叫我回来，向民进华阿哥杜恩恩探头。迄个时阵，我就决定一笔账，我绝对会讨得。郭佳佳，你为什么要回？针对我，要针对阮爸，我已经叫你回去做，敢有无够？郭佳佳，我警告你，你莫后背来，我已经叫警方把这个所在拢包围起来，你若是唔警告，叫我你阿条是最佳的。你莫废话啦，杜瑞芳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 叫孙建志离开，阿哥，谁当有离开警察？阿南，我甲你保证，后盖你看到杜仁德，就是伫太平间。好，下面叫摩天轮举手。
小心哦。雷锋，我跟你讲，姐姐，我知想要斗三哥，但不过你是歹地来啊。我阿哥家也两个，不知做出什么代志，我袂想把性命冒险。好了好了，那安尼哦，我去协助警方加强巡逻啊，甲包围动作。你赶快睡你啊！向威面吹，你两个救援区的大门，有任何可疑的人拢给我动来。是。你把警员安怎？我还是无找到，他们讲我用地毯式的搜索，绝对也袂让郭佳佳走。我爸到底想要怎让郭佳佳带走的？伊人了好好，哪会出代志？你放心啦，这无代志。拄则我接到警方的消息，林警员在一个大个所在，快来也敢是昏迷，我叫伊带走。这是郭佳佳的调虎离山之计。我来报无代志。这个郭佳佳实在是有够干巧，虽然只个是虚惊一场，不过也是无够厉害。林刚一定会做大代志。卡路好像够掉啊！系啊，今晚我是要做出去。今天想阿婆，我来讲话就好。
所有状况，所有出列，然后再去检查。请你提供的包包，给我提检查一下，歹势。阿母，迄包包内面拢是一挂做私密的物件，敢讲嘛要检查？这是公务员需要，请你帮我检查。好了好了，要检查就检查啦。阿母，我跟您讲哦，阿母即马真无爽快，我赶紧送伊去病院啊。但是有啥物事加查哦，我绝对会顾你。好啊，我这才是一个人，你是一个人阿母，都伊领开。现在建制跟健康一定收集在附近所有的饭店跟旅社，所以我就安排你来这暂时漂泊。杜瑞峰，我还不怕见你要问胡桂姐啦。卡在我问胡爸，对感情不忠，问胡我妈不出团，跟我做人的生意，问胡我大妈。这样恶毒，亡魂尽游。在阮两个人感情上好的时阵，帮我一个人做一走，亡魂天公伯啊，对我这样也无情。不过，今麦我所有亡魂加起来，还无够我对杜瑞峰。所谓万魂不魂之夜，你今麦讲这有啥物路用？因为我靠袂着，该碎尸万段，我救出你，不得好死，我万魂你。若是爱我，该做回事，我嘛无要紧，我一定要保护这个可爱的查某人。郭小姐。你较冷静好不好？摸唔对啦，杜瑞峰利用沈曼娟来对付你，这个人确实真好。啊，不过你伫遮怨天怨地，嘛是无法度报仇啊，敢毋是？算讲无法度，我爱你有机会，就甲杜瑞峰掠来我面头前，我要亲手，互伊消失伫这世间。这查某真正是蹊跷。我袂当继续替伊为非三族，甚至毁掉我的前途。郭姐姐，我知影哦，你做想要找杜瑞峰报仇啦。啊，不过经过这届经验，杜瑞峰因哦一定会更加提高境界。你安尼无计划就叫我去抓杜瑞峰，啊，不是等于叫我去送死？我看最后哦，咱两个就直接去互撞着。孙建廷，你卖廖正光。我听不出来这句话的意思。今嘛，咱是坐公车出的，要走唔走这句话。啊，不过你想清楚，你若是我爱做，你就等下看你的丑闻，看你新闻的头条。我头一个就去《三只周刊》爆料，我的老同学怎样？我无讲，别跟你斗相共啊，对无？我跟你讲，无论安怎，你拢神秘伫遮飘红毯，卡变予杜瑞峰甲警方哦查到你的行踪。万一你去抓到，你就无得报仇。孙建廷，今麦我的手头有你的秘密，你最好别搞闭鬼闭关。好了，我包到就要的，你替我买一寡食的物件，还佮有，我买一杯小的焦糖玛奇朵。郭佳佳，你竟然把我这个东东海顿集团的总经理当作细汉的话，哼，不要紧，非得你搁嚣摆嘛无偌久。好啦，我等一下回买啦。啊，不过我来讲，今麦是非常时期，警方一定会踮在附近加强巡逻，所以你千万唔通出去，万别用手机啊跟人联络。我会逐工来遮送物件给你吃。我即马就来去买物件。哎，赶紧去，赶紧回来，别让我等太久。
佳佳，你料中讲我会这么好心吗？无可能，我是烦恼你会把我的秘密讲出去，才会关心游乐园救你。你就暂时先踮伫个遮，好好享受你这世人上尾的一段日子。董事长杜瑞峰和郭佳佳婚礼上当场闹翻，扯出海顿集团股份不法取得的案外案，以及多起命案、绑架等等，涉有重嫌的郭佳佳仍然在逃。日前警方接获线报，在游乐园设下警力围捕郭佳佳，却仍功亏一篑。但警方表示，已经密集搜寻中，也掌握了相关线索，很有信心短期内将郭佳佳逮捕归案。我若比在家，早晚会让抓到。我会让抓到进前，会先保护杜瑞峰。就算讲我要死，也要让杜瑞峰心落地家。就算讲，伊比我早一秒钟，我嘛甘愿。郭佳佳，你是要走一道？我不是叫你卖出去。我无爱留伫遐，等好人抓。我逃走，就是为着要保护杜瑞峰。结果你即马把我关伫遐，害我啥物拢袂当做。我甲坐家，有啥物无共款？好啦，你先卖冲锋啦。来来，你买的物件我买回来。你哦，先吃好饱啦。安尼才会当领情思考，你唔通腰巴肚就走出去，死狗还未报仇，你家己卡着心软。好了，坐了坐了，来，你咖啡。孙先生，咱是坐公车出的，就算讲我今麦无法度坐公车，我至少会当考虑机会提供。我爱你提名文扬做海德集团总经理，安尼伊才有机会打击杜瑞峰。你这款要求，敢会伤过无合理？我即马就是海德集团总经理啊！你竟然要叫郭文扬代替我？咱先卖讲当初会是毋是咱通过啦？阮爸迄边哦，伊是头一个就无可能会同意。因要同意唔同意，根本毋是重点。文扬即马名下有20%的股份，比你手头的搁较侪，是安怎袂当做海顿总经理啊？你著讲你有血来，所以需要好好用点，把你海顿总经理的位置让出来。郭佳佳，林小弟才拄接手你的股份，啊，而且社会大众、甲警方大家拢嘛知影，这股份是安怎来的，那恁所有人唔著知影？这一定是你郭家操作的。以后，因就监视郭文扬，然后就顺这条线索对查到你的下落，死搞你就麻烦了。我可劝你，还是豆豆来，莫这么赶紧就想要找杜瑞峰报仇。这根本就是你不爱替娘借卡，你即马是应付我是吗？你拄则不是讲过啊？咱两个是坐同一只船，我哪有可能应付你？我只是跟你讨论，看咱是不是会当想出一个上完美的做法。你若不相信我哦，不要紧啊，咱就莫合作。好啦，我会当暂时莫坚持，啊，不过我袂按你的放弃。等我收到计划，我再跟你讲。来，我想哦，应该不多要了。请你家小灯。想怎啦？那白啉，汤上烧。我无味卡，是要啉咖啡。
讲，我要爱是焦糖玛奇朵，这啥？去顶买啦。好啦，我等一下去买啦。无你先啉只小汤的啦，卖遐空白哦，啉咖啡真伤胃。我无需要你教我安怎做，叫你去买就去买。好啦，我即马来去买。姐孙坚挺，根本不会演心灵。我是还乐的耶，我好瞬间停息个，你今晚要对付我，我规身躯我拢无法度顶动啊！喂呀，你真好清楚，把我过乎你的财产顾好掉，拜上圣灵好人。你甲我讲你伫个倒位，我即摆过来救你。我嘛唔知，这可能是山区就偏偏的。你听我讲，你用你的手机啊，用卫星定位，发你的位置给我，安尼我就能找到你啊。我等你啊。郭佳佳，你今麦创啥？孙建廷，你竟然要对付我！我会听你的话，那才是机会，敢不是？郭佳佳，你只要了准讲，我遐尼简单就受你的控制。哼，想要用秘密来威胁我，你别看你敢有这才。孙建廷，你竟然敢对付我！你拄则是要靠我啥？我想今麦全世界吼，应该是无人。讲个会甲你斗相共，甲你找麻烦。还是你真正要敲电话去助手啊？孙建廷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想哦，你一定有遗言要讲。你即摆当甲我讲啊，啊若无刷来哦，你可能干来当去找阎罗斗啊哦。你这小人！我一定会让你后悔。这就是你的遗言哦。啊，现在我听起来感觉做心酸的啊。起来，起来。奇怪，怎奈这光没出来？该出什么大事啊？
谢白雪，就差谢剑剑一起袂跳你。当然嘛袂啊，我就甲你讲啊嘛，我的歌声足好诶，我会将来一当自己的最有名的大歌星。是啦，你是应该做大歌星啦。嗯。也唔过我感觉你较适合做谐星。哎呀，什么谐星？我这班的哦是偶像派路线，好不？像我安尼哦，我当然嘛是爱做女主角。嗯。对啦，女主角。哎，你看，我养底下呢。对啊，我来问一看麦，我是上适合做大歌星。哎。嗯，我养那看起来这样紧张。结婚这么多年啊，伊紧张的模样哦，一点我拢无改变。刚刚啊，是要去找郭佳佳？谢白雪，车已经塞到远去啊，别去看。哎，我一直出关出这么久，应该请我吃宵夜了哈。哎呦，啊，你又是讲我今麦咧选秀，所以要减肥。你去吃就好了啦，我要回去家了。好啦，我就自己去吃，你就好好的减肥吼，大学生。哦，你真的是，哦。是讲，我感觉出袂文扬，啊，不过我若是无安尼做，文扬就我就才拖累呢。郭佳佳是你的姐姐，不是我的姐姐啊，所以哦，我应该做不对。喂，孙建志哦，我是谢白雪。这间，一间一间找。拜我听话，啊！你廖总讲，我会乖乖受你的控制。我只是找机会，和咱两个的立场对换一下。你莫做戆代志，你听我的话，嘛袂有损失。咱合作，互相斗相共，我会替你甲张小婷安排好势。然后。一定会爱你一世人，守在你的身边。哈哈哈！哎，我若真正相信你郭佳佳的保证哦，我唔真正讲到白白上啊。只有和你恩爱无多亏水，我才能放心。啊，你想郭佳佳，你真正了准讲，将来你阁有机会当翻身啊？你已经一无所有啊！而且要对付小弟郭文扬，也是真简单的代志。孙建杰，你卖有变来哦？我那是无一个啊，就无人会当知影，可以让伊先生是我过好伊的，你就永远无法度提起海顿的高分。本来呢？我就直接不唱了，安尼就无什么法律上的问题了。郭佳佳，你已经犯遐尼侪条罪名，啊，万一被人抓到，我想就算你用拐杖捞，
嘛无可能会放出来。不如吼，趁你现在少年时阵离开，以后还有机会当较早投胎，重新做人，安尼敢是真好？陈志刚，我想在应该在哪边？郭阳，你三更半暝来种所在，是不是来见郭佳佳？不是，你敢是出国？那呢？你这种时间来这种偏僻的所在，到底要从啥？紧开门！啊，若无，我要弄入去啊！你搞个电话机啊？快出声！无人回应。老马，你去守岗。是是。哎，建志。哥，啊你哪一家？哦，啊这所在是我新买的厝啦。小婷哦，介意新的所在，所以我就头下甲遮买落来。啊，拍算哦，重新装以后，送予小婷住啦，会一个惊喜。是讲，你来带警察来遮。这个电话中，讲伊中孙建廷的计，即摆敢若看到孙建廷，煞无看到这個。这一定出大事啊！那呢，你拄只先煞歪来应门。哦，我拄只在摒扫啦，啊，无我规个手哦真垃圾，再去后面的囡仔洗手啦，再袂好来应门。是安怎？我只只小弟嘛伫遮。阮这传简讯哦，伊拢会出大事，而且在伫遮。你是毋甲阮这带走？你是不是人也对？